花坛乡东沙村有一座东神堂，主祭是公是妈。相传当地原本是一块宝地，美女的西装鞋，会出真水的美女。因为清朝时的一段误会，让当时的官僚兴建这座东神堂来破坏风水。但是即马东神堂已经成为当地信仰中心。花坛东神堂就位伫花坛乡中原路二段甲中正路口，地方又阁叫做赤土街。即卖建筑是伫民国七十年的时阵完成改建。伫早期，即附近是台湾红砖啊上主要的产地，曾经风华一时。当时大概只要拄到祭典，布袋戏甲歌戏是演袂停。哦，像相当清盛，全省有名啊，全省有名，非常出名。来到来咧做戏，现在戏棚是拢头五六棚，摆到这个外口面，这张园那个外口面，这大路去，吼、哦，全省有名。包括黄正良八队戏，全省有名的歌戏，拢捌来花坛乡这个长沙村这个同善堂才表演过。啊，伊呢哦相当灵验。啊，这个所在，咱这个所在吼，这个庄仔油这个所在吼，这个即马目前工业区这个所在，较早都是两座这个庄仔油，啊，阮细汉的时拢直接大汉。老一辈人指出，清朝时去这间庙啊是要拜地理，相传清朝时的皇帝要当时的官僚保护这块出美女的风水宝地，但是官僚却是听不入耳。去这间庙是要让美女唔敢伫五更早起来西装，后来更是因为附近乌着无主骨头拢起来才坑。庙啊啦吼，啊都一挂骨头吼拢提来才坑，即摆现主持嘛，内面拢坑啊甜甜甜啊啦。啊，即摆又搁有骨头的，拢摕去招进去百姓公庙遐，摕去位遐供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当初伊即间庙啊，就是要拜即个地理杨贵杨贵松，就是嘉庆十五年吼、哦，叫伊来咱台湾做县中华县令。啊，雍正元年才有即个中华县，啊，中华县管甲南边管甲虎尾，啊，北边管甲大甲。啊，所以讲中华县嘛，伊的迄落幅度也真宽就对啦。啊，伊叫伊来拜地理，啊，到阮内底吼。我新厝内，伊讲阮内底要出皇帝娘，伊即马甲你起一间庙啊，学方在罗汉，罗汉担遮吼，啊你落拜去啊，变做暗时要暗在西装，啊要日落西装是前日，所以讲按皇帝娘的这个血就去予破掉去啊。相传日出西装出红灰，日头落山西装出是灰，其中的含义就是希望大家早起起床了后，爱整理好外表才出门。日头落山，就要好好伫厝内歇困，唔通啪啪走。显示出古早人伫生活当中也是充满了智慧。新中华新闻白明林花坛采访报道。